Родители, привет, привет, привет! Как у вас дела? Сейчас решили в магазин за продуктами съездить. Как раз сейчас в пути находимся. Мы поговорим, доченька, после того, как приедем из магазина, мы с тобой созвонимся. Да, хорошо, хорошо. Я вас тоже очень люблю. Целую, обнимаю, пока-пока, до вечера, пока-пока. Вам тоже, пока-пока.请问这里有人吗？没有没有，您可以用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Hello， 你看上去很不开心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其实我两年之前来到上海时，我很难接受很多上海的事情，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乡。我有一个建议，你可以听一下我的一首歌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还好，谢谢。相信我吧，你听一下这首歌。那好吧。现在我觉得上海是很美丽的城市，
在听过了你的音乐了后，我很享受每一个刹那。我觉得我开始爱上上海。是吗？真的很开心。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想让你听《上海谣》这首歌，因为我这首歌的歌词第一段就写的世界各国的朋友都到上海来，然后我们上海呢也是有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的一个这么一个文化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懂什么是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。那个海纳百川的意思就是大海，很多很多的河流汇聚在一起，就形成了大海。然后它非常非常的包容，兼容并蓄，就是它有很宽广的胸怀，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呀、习俗呀，或者是很多的这些人事物。这个文化呢，它其实最根源的就是它有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这些文化相融在一起。上海也就是你的家，也真心的欢迎你和你的家人还有朋友能够到上海来，请他们一起来看来玩，甚至来住在上海。我们可以一起带他们去感受一下你的第二个家是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你真的帮我。